个体之间的欲望不是一种非常伟大的需求。他对我来说是全宇宙最重要的人。我连跪晚上，你能不能让我赢一把？你是外星人？我能感受到在你对他的强烈渴望，并且也想亲眼目睹你们这个物种的繁衍生长。你要不要喝杯水？亲眼望狗眼，异形了，老大，你的人生开外挂了。你和其他人类一样，这也追求交配的快感，你应该让他离开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李志远最近很反常？